要拍什么？今天拍他说话的，因为他这种应该说他有很多种，长得非常像。嗯，那我们叫反鲫鱼。反鲫鱼。对，然后他的牙齿是很厉害，所以有在水里看到这些鱼的人，就尽量离远一点。反正他是不地区性的，地方角头。对对对。过去的时候又跟别人一样，就是他会觉得这是他的地盘，然后你来到他的地盘，他就会咬你。哎，他这个牙齿真的很硬。就是网络上曾经有一张照片，就是有人不知道是掉的还是打的，那死死被他咬掉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可是他牙齿没有很多啊。他牙齿大很厉害。对啊，他很厉害。好可怕、哦。那这种鱼就是要剥皮，对，慢慢画，慢慢画。那我们今天准备就是剪刀，那想当然就是有刀子。嗯，这个就免了，因为他的。这不用。他的，你看他的，他的声音。它皮是硬的，它皮是很硬的，刮不起来。刮不起来，跟一般的鱼不太一样。对，不太一样。在餐厅很少见到这种鱼，嗯，活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咬，它在一个小小的空间，它会咬其他的鱼。哦，所以不好养。通常只有在鱼市场会看到。哼，这种，那就跟把它跟龙虾关在一起啊。它会吃龙虾。它吃龙虾。龙虾壳不是很硬吗？它也是照吃。它咬得断了。好哦，这感觉真的很硬哎！我看一下哈，我先照纹路先出来。不用不用，直接用剪刀。它上面有一层有没有肉跟皮是粘在一起，它一层膜，所以是用旁边剪，嗯、这边剪，然后用刀子慢慢划划划，皮跟它那个肉把它先弄分开。哦，扒皮的。那好吃啦，这种鱼好吃，就是肉，像肉鸡肉，像鸡肉，嗯，我比较没有听说，我觉得这看起来蛮硬的，我这种自己打自己杀多了，第一次杀杀很多，因为不知道他怎么弄的，然后他的肝也不错吃，肝，嗯，他的肝蛮好吃，如果你是把他的肝取出来。然后切块用剑的话，就很像奶油，它慢慢化掉，慢慢化掉。哦，用煎的，所以你等一下会用煎的。对，用煎的。因为它的肝占它的内脏蛮大一部分。等一下就可以看到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就是。蛮疗愈的，因为其实这个鱼已经放三天了吧，在冰箱里面加冰块放了三天左右，所以内脏今天就不会吃了，因为毕竟不是那个，不是很好啊。好，当然头也可以把它拿来煮鱼汤，哦，一整片。有没有人拿这个来做模型？做模型。做品啊？你以为它是鳄鱼皮吗？就你有被它咬过吗？咬屁股。屁股？对，以前还不会很大鱼的时候，我想说哇，怎么会有这么大只的鱼？嗯，还是蛮大只。然后我挂在屁股，挂在屁股，然后游回想要上岸的时候，屁股一阵痛。可是你不就已经把它杀死了吗？你不是就打他不就死了吗？他那个时候不会打，没有打他还不会死，要看到那个时候身体，所以他机能还是跟还是一样啊，就跟人一样。对啊，就像你被划到手臂，可能还他不是伤到，还没到死哦。蛮好吃，真的蛮好吃，真心觉得这个鱼好吃。在你心中是有是好吃的，但是就是。很难处理，对，跟一般鱼处理起来它比较不好处理，比较皮油了，皮油了。把嘴巴剪掉，牙齿剪掉。好，然后就可以看看东西，它吃的东西啊，嗯，可以看一下，就是硬。它吃了什么？它
它会吃珊瑚上面的东西吧，然后螃蟹，对，螃蟹壳硬硬的，把那个齿咬进去。对，这个干比较小颗一点。脏。